好，你刚刚讲这个社会倡议奖，我刚刚我们社会局苏局长说，高雄市的部分，我们都是大力的推荐民间，啊，社会局不接，不接百分不离多，真的，他说，所以得奖单位高雄市。妇女薪资协会，得奖的遗憾是不舒服的感觉，防治儿童性骚扰亲子互动绘本的出版，恭喜哇！我下一个，我下一个歌曲作品是哇，我们大家都看一下。谢谢。好，年度特别奖，谢谢屏东县社会处。政府部门、民间部门、个人啊都非常优秀。我想这个是香港医院社工师工会，包括今天我们大家跟别的奖项不一样，别的部分大家会竞争的非常，竞争的非常紧张。但是社工师面对所有的社工员都是肯定的。所以高雄市高雄区都一点欧都敏感，高雄市所有民间团体，我认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社工也不够好，非常好，但是我更喜欢他们的胸襟，更肯定民间，我觉得这样是对。那我们呢，恭喜高雄县社会处、屏东县社会处都是非常优秀。恭喜你们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多谢。我想要缓和一下这个紧张的情绪，大家情绪都很高昂很嗨哦，所以啊，我想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亮金光闪闪啊？哈，这边，哦，这里哈，这边有七颗闪亮亮的金光闪闪，这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七位俊俏的少年。